主料，西红柿一个，小南瓜一个，辅料油、盐、鸡精、青椒一根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准备好西红柿、青椒、南瓜，把西红柿、青椒、南瓜洗净切丝，油烧热，放入切好的蔬菜丝爆炒，加入适量盐、少量鸡精，起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：火要大，不能炒太久了，不然口感不好，蔬菜的营养也会流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